爸爸，我根本不会唱求雨歌啊，你还要我举行仪式，你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吗？我们长颈鹿一族的职责比起你的感受更重要。反正我只会唱摇滚乐，求雨歌不会。我知道，所以我已经给你请了一位传统声乐老师。他就是我的老朋友。草原最著名、最资深的传统歌手和老师，长颈岭小五教授。真的是小五教授吗？不是谁都能做小五教授的学生，你要好好珍惜这个机会。可是求雨歌这种传统音乐和摇滚的唱法不同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唱啊。我相信你一定能学会的。对，我们陪着你。我会加油的。你好。先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草原音乐学院的特级教授小五。小五教授你好。我可从来不缺学生，而且我十分的严厉，如果吃不了苦就马上离开。小五教授，我会努力的。竟然没上当，那我乱教一通好了。小五教授，您刚刚说什么？没什么。我们先从发声姿势练起吧。挺胸，收腹，抬脖子，下腹运气。难道是我的问题吗？我总觉得有点喘不上气。当然是你的问题，你平时缺乏锻炼。我就不一样了，我觉得很轻松。原来练习传统音乐要用这种姿势吗？总觉得哪里不对啊。这个姿势怎么了？这个姿势让我好想上厕所。我懂了，原来是这样。小五教授你真厉害，按照你这个方法，我忽然觉得腹部里运气越来越得劲了。高高，你唱得不错啊。我明明是乱教的，他怎么反而学到了？就这种程度你就沾沾自喜呀、还差得远呢。不过你也别灰心，我有一种特制的开嗓药水，喝完保证让你唱出天籁之音。我给你调制了一杯特制的开嗓药水。谢谢小五教授。只要高高喝掉这个试声药，保准嗓子就坏掉。我的限量版包包啊。对不起，我只是想看看。道歉有什么用啊，我的限量版包包被你弄脏了，药液全洒了。走开，我得去清洗一下。到底是谁调包了我的降雨剂呢？那不是小五教授吗？他怎么怪怪的？莉莉莎，我明白了，原来小五教授和水牛奶奶都是莉莉莎伪装的，是盗猎团在破坏求雨仪式。谁？是你呀，卡卡同学。你等等，就算你求饶也没用。我都说让你等等了。那不是小五教授吗？高高，你怎么把小五教授气跑了？我没有啊，爸爸，你不能冤枉我。高高真的没气走小五教授。那个小五教授其实是外星人假扮的。什么外星人？你以为我会信吗？酋长，真的有外星人。我们之前就是从他们手里救下高高的。卡卡、琪琪，你们不能因为是高高的朋友就帮他撒谎。你不相信我就算了。喂，酋长。小五啊，对不起，我替我儿子给你道歉。你刚才滚下山没事吧？你在说什么呀？我道歉才对。昨晚接到演出通告，今天一大早就到了大都会，没办法给你儿子上声乐课了。什么？
你在大都会？那个小五教授其实是外星人假扮的，目的就是想破坏求雨仪式。看来你的行动失败了，现在说这个也没用了，还不如想想怎么补救啊。你们还记得狮子谷的事情吗？记得，那天之后狮子一族就把你当成了叛徒，你也不敢回狮群里面了。我说的不是这个，我是说卡卡和琪琪干扰广播的事，我们可以用同样的方式破坏他们的求雨仪式。高高，等等，卡卡，为什么这么着急找高高啊？以我大侦探的直觉，我100%断定，盗猎团想尽办法破坏求雨，背后一定有阴谋，这要从降雨季被替换说起。打住，给你3秒说结果。我有个大胆的猜想，盗猎团要控制草原，草原居民有危险。太可恶了，必须阻止他们。对，无论如何求雨仪式要正常举行，所以必须尽快说服高高求雨。那还等什么？现在立刻马上。不是你说等等的吗？啊，虎啸功喊一下高高吧。我才不会什么虎啸功。原来女侠也有不会的武功啊。哼，我虽然不会，但是你会啊。我怎么会？卡卡独门虎啸功，功力相当，把撼天雷都引出来了。高高在那儿。高高，你在这儿做什么？我在编草环。琪琪还以为你在纠结回不回家呢。这是我们求雨仪式要用到的道具了。现在的草原到处都干巴巴光秃秃的，只有这里还有一片尖毛草。咦，你不是不参加求雨了吗？其实我不是不想参加，我也很想为草原的居民求雨，但是我不喜欢我爸爸的态度。原来你还是挺有责任心的嘛。这是我们家族的使命。酋长也是因为家族的使命，所以才会对你们要求更严格吧？大概是吧。这是什么呀？真漂亮。这是神奇芦荟，晚上会像星空一样的发出奇幻色彩。爸爸说这是我们草原的特有的植物。这又是什么？又结实又漂亮呢。这是水影常春藤了，爸爸常说它是我们草原的宝贝。我真的很羡慕你啊，高高。酋长教你那么多知识，我爸爸虽然是虎拳的掌门，可是却从不教我最厉害的武功。太可恶了。我也很羡慕你呢，酋长每天陪在你身边。我爸爸是考古学家，他太忙了，根本没时间陪我。原来你们也有生爸爸气的时候啊。当然，而且爸爸有的时候也会笨笨的。小时候我爸有一次去幼儿园接我放学，没接到，其实是他忘了我已经读小学了。爸爸傻爸爸，笑死我了。高高，我认为你应该在练习唱歌。酋长你看，这是高高编的草环。求雨草环可不是随便编的，但按照黄金比例来。居然编得不错，看来我后继有人了，我的担心是多余的了。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，草原太久没下雨了。我们虎族最怕火，怎么办？冷静。现在是谁不冷静？高高，拿着。爸爸怎么不见了？不好，爸爸已经被困在火里出不来了。危险，不要去。我要去救爸爸。酋长，你为什么可以不怕火？快把这水影长春藤缠在身上。我爸爸一向有办法，我居然忘了水影长春藤有保护作用呢。
把芦荟涂在身上外露的地方，这些都是草原上世代相传的智慧。嗯，小时候你就教过我，没想到真的会用上。涂上这个好像真的不觉得烫了。可是现在没树枝了，我们怎么扑火？火势再蔓延下去，整个草原都危险了。我想到一个办法，我们从这儿开始，往两边挖一个圈，挖出一个防火带，把火困住。好办法，挖出来的土还可以盖住火呢。看我的，独门虎爪功！深度可以吗？啊，卡卡，你在哪儿？救命！啊，哎，火被困住了。这个方法很有效，草原安全了。卡卡，好样的！你确定是在夸我吗？这下咱俩一样啦。金叶草和草环都烧了，还怎么求雨啊？这是我刚编好的，接下来就看你的了。咱们这就回城堡求雨。准备求雨了，太好了。真棒。求雨从来没有失败过啊，没失败过。万一砸在我手上，那……好孩子，别紧张。你想想，你第一次唱摇滚的时刻吧。但我第一次登台摇滚的时候，可是搞砸了呀。弟弟，错了。这祭司怎么看起来笨笨的？我觉得不行。酋长，他们为什么都看着祭坛呢？祭坛是用特殊石头搭建而成，会伴随着求雨仪式的进行逐层发光。当祭坛的顶层和草环发光，天空就会下雨。这个祭坛和西西的流星锁一样神奇呢，这世上还有太多我不知道的东西。当然啦，光我这流星锁你就弄不明白。祭坛开始亮了。我早就说过它能行。你之前明明说它不行。我是说我眼光不行。让我给大家助助兴。要我清唱？看噜噜噜噜噜，阿弥噜噜噜噜。会不会是后台的设备出了问题？我去后台看看。莉莉莎，原来是你在捣乱。莉莉莎，你做了那么多坏事，我不会放过你。我还没跟你算账呢，刚刚我镜子都没照完。你的眼睛虽然不好看，但还是映出了我盛世的美丽。受不了了！高高只是没有经验，但实力还是有的，请大家不要再怀疑他了。大家听我说，这应该是设备出了问题，
否则不会这么不稳定的。请给我们时间。怎么平时都没问题，就他有问题？可见他就是问题所在呀。对对，是。到现在还没下雨，这些家伙都是骗子。下去吧，骗子！下去！高高的表现确实不好，但眼下草原正在面临干旱危机，请大家再给他一次求雨机会。这下你调不回来了，机会已经给了，还是不行啊！就他那水平，我上我也行。大家请听我说，我叫微微，我可以为大家求雨。他也可以求雨？能求雨的不仅是长颈鹿家族，为了草原和各位，我不能再袖手旁观了。阿弥噜噜哎呗呀，阿弥噜噜哎呗。哇，怎么会这样？真的下雨了！真的下雨了！真的下雨了！水不够，得省着点用，这样雨才能下久一点。谢谢大家。谁求到了雨，就让谁当酋长。微微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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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家静一静。高高只是一时的失误，不代表以后都不能求雨了。但我们已经有会求雨的酋长了。高高连求雨都做不到。卡卡，是银河盗猎团在捣乱。他们用一个干扰器把高高的声音调得特别难听。原来是微微和银河盗猎团勾结，想要抢酋长的位子，控制整个草原。必须阻止他们。别拦我，我要去揭发他们假教育。琪琪，没有证据，谁会相信微微和外星人勾结？你有办法找到证据？我有一个大胆的猜想，跟我一起去验证吧。那还等什么？现在立刻马上！我们要密切配合，才能让他们原形毕露。高高，我需要你再去和微微比试一次求雨，办得到吗？我怀疑你作弊，你敢不敢再跟我比一次求雨？本大王专治各种不服，来吧，输了就乖乖地滚出草原。卡卡，琪琪，接下来靠你们了。卡卡，盗猎团的证据在天上，就是他了。你看这片云，风都吹不动，绝对有问题。果然有古怪。这是用了宇宙光学旅行原理做的伪装，难不倒我。降雨，降雨，又降雨！我去哪里搞那么多水呀、啊？阿弥噜噜哎呗呀，阿弥噜噜哎呗，阿弥噜噜哎呗呀，呼啊呼啊！哎。为了给那个麻烦的狮子凑求雨的水，我都不敢刷牙和上厕所了。我都没洗澡，浑身臭烘烘的。两只小老虎自投罗网了，给我按住他们，拔虎牙。琪琪，我来拖住他们，你把水源切断，你拖住三秒就好，剩下的我一个人搞定。想得美，都给我上！琪琪在此，谁敢来战？放水呀、啊、放水，我快撑不下去了。
我！哎呀，不要放开我！你失败了，该轮到我了。看来他们终于放水了。打住，大鱼马上就来。人证物证齐了。各位草原朋友们，微微求的雨并不是真的雨，而是这几个外星人在天空上洒的水。外星人？什么外星人？什么外星人？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微微，你必须给我们解释清楚。三个蠢货全被你们搞砸了，还不都怪你？我们只计划了一次求雨的水量，好吗？怪我？你们就是三个大字，不靠谱。你上厕所不冲水，你吃饭不洗手，你又懒又有洁癖，你还从中间挤牙膏呢。看来这就是你的解释了，你们果然是一伙的骗子。不，我们不是骗子，是来自外星的骗子。不，我们不是外星人，外星人在那里。酋长，对不起，我们不该怀疑你。没关系，现在最重要的任务是求雨。爸爸，就交给我吧。好，加油。这是什么声音？我听说是摇滚，反正我觉得太帅了。我是不会认输的，我才是草原王者。哎呀，啊，降雨季。